叫三阴交。他们要国菜。你看哈，这个是要这个叫内踝最高点，对，脱袜子好了，都脱了。天哪，你看这个叫内踝最高点嘛，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你那边可以。上三寸，胫骨后缘，这个叫三阴交，就在这里。啊，内踝上三，他的手比较小，你看他如果说，哎，你看啊，这样，你手摆吧，三个哈，哎，摆在这里，四个，好，你手放。哎，手放，你看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的三寸跟我的三寸不一样，我三寸这么大了哈、哦，这个叫三阴交，在骨头的边边，好，那么按揉哈、哦，然后呢，涌泉穴，涌泉穴在脚底啊，脚底呢，你看哈、哦，这个叫脚趾头的根，对不对？趾根嘛，到这里分成三等份，最上面的一等份，这个耐窝这里，这个叫涌泉。好，各三分钟，这样会不会？谢谢。好，哎。